Hello， 酱哥，今天来玩这个一拳超人模组啊！我们这次是一个帅气又认真的男人啊！我们这次呢要来挑战的是北斗爆奶拳啊！听说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男人啊！哎呀，说人人道啊，这边欺负 NPC， 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我知道你很强，不要过来！哎呦喂呀、啊！好了，我得罪你了，哎，好了，给你打。啊，不就好厉害？哎呦，生气了！哎呦，好强哦！不要给我抓痒了啦！啊，不就好棒棒！哎呦，好了，让你！哎呦呀，这什么啊？哦，给我机会站起来啊！哦，哎，不要破坏垃圾桶好不好？哎呦，一点机会都不让给我！哇，来，哎，哦，还会瞬移哦！我们要打去外面打了，好不好？要，我在这哦！哇，你是怎样？你是扫地哦！不要这样！哦，哇，贯穿哇！拜托，我们一拳超人是无敌的，好不好？让我站起来啊！不就好厉害？哦，够了，哦，生气气了！到底什么出来啦？啊，哦，哎，等等，啊，怎么挂了他？他怎么挂了？来。哎，我居然捡他的东西哦！他怎么挂了？这个姿势有点不太好哦。去死啊你！来吧！我再把你救一下！哇，不是这样的吧？哦，他好凶！哦。哇哦，滚地板！哎，我穿过了，哇！哎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你这样子很适合去当抓龙师傅啊！哦，不能讲哎，不能讲你坏话呢哦，不能讲你坏话，那不就好棒棒？来，等等，好了，去死吧你！一拳就挂了啊！啊，不就好厉害！我轻轻一吹就飞走了呢，我没有切换我的招式哎。奇怪，哦，我救不到他，他卡在里面了哎。哎呦，哎，我打错人，哎，我是正义的使者，我不应该打这个。来，哦呦！快来，我想看你的大招。你大招是什么？快点，使出你吃奶的力量！哎，快点啊，吃奶的力量啊！哦！哎呦，哇！无敌风火轮啊，转了好多圈，哇！快来，我想看你的龙卷风。哎呦呀，慢动作呢？啊！哎呦喂啊！各种翻滚吧，男孩！哎，等一下啊！我不是翻滚一下就死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吧，好吧？来吧！哎，最喜欢搞偷袭。不要这样！哦哦，终于见识到你的厉害了！哦，我头都晕了，我啊！哎，还踹我！
欸，我完全没有出招你就倒了，这样不合理啊。好啦好啦，我再救你一次。好啦，来啊。欸，我好心救你起来，你干嘛还打我？哇哦，哎呦，闪过咯，闪过咯。哦，欸，等一下，欸，他怎么又挂了？他死完大绝招就挂了。哎，这样子不汤啊。来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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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招就够了，好不好？来啊，打不到我，打不到我啊！喂，哎，多好，不能乱丢东西啊！那丢什么啦？好啦好啦，你太强了，你太强了，好不好？你太强了，太强了啦，好不好？啊，我看来我们的北斗棒球拳也不就如此吧，轻轻一吹就飞走了。好了，我们的影片介绍到这边，如果喜欢看更多的英雄对战的，欢迎下方留言，跟大家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